周星驰电影《西游降魔篇》中这个样貌丑陋的另类孙悟空造型曾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来看看这个形象是怎么诞生的吧。开始。我终于等住，我只要掌控了。只是眼睛不动，这个头不要动了。要上面。对。是谁被认真又有耐心的星爷可爱到了？